这应该是个猫眼炉，来，在这儿。好家伙，看，还有这个大哦。来，出来吧。我天哪，能看清楚吗？这个得半斤多，这一个猫眼炉。看，来，哇，哎，一泼水，哎呀，完了，这个没捏好啊。关键它肉太大了，像我这样的大手都捏不住它。它刚刚捞炒，猫眼螺就出来了，这个可以啊。这边来了个蚕王，看它能不能出来。哦吼！我的妈，吓我一跳！你这要干嘛呀？再给它堵一下盐吧。哎，哎呦，哎呀妈呀，慢慢就爬进来了，竟然能挺到包里。嗯，兄弟，过来吧。哎，哈哈，哎，你看，哎，它这个有劲啊，太带血了。它就在这个鼻子好，没这个鼻子它一点方法都没有。看这个蚕王怎么样？个头特别大，带着吧，这是一个锚骨。哎呀，出来吧！像这种沙滩上锚骨是特别多的。关键刚才我看他吐口水，差点碰我脸上，这让我气了，必须拿捏了。这边有了，今天的锚骨个头，刚才已经挖了十多个了，这个也不行，带着吧。我带了。今天是见到鲍鱼了，哎呀，好大的力气啊！它吸在这顶上，看，这边的沙也特别多。这到时候天冷了，鲍鱼都可以上岸上了，吸附在石头上边，没事还能晒着太阳。这种鲍鱼壳也是特别漂亮，吃完鲍鱼之后，把这个壳做个工艺品，放在家里打个摆件，那就太完美了。鲍鱼的手感就是好，像这样肯定是八爪鱼了。看，这是它的墨汁啊。